云林北港的灯会走过了一甲子，每一年都让大家看到了不同面貌的北港之美。今年首创以动态 Q 版的妈祖主灯跟六匹奔腾的骏马，带领大家祈愿平安，奔向幸福。灯会利用了传统的木偶跟科技结合的元素，让电动爆马仔走上街头。各位来宾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豹马仔俗称探子马，负责探路报信，在妈祖绕境时走在队伍的前方。今年北港灯会首创电动遥控豹马仔，将在街上和游客互动，行春报喜。向前走，滴滴，向前走，向右转，向右转，直走，好，直走。好，大家等等，走你，不要跳你球开。今年北港灯会扩大在北港观光大桥设立传统灯区，六匹骏马奔向妈祖，期许来年人人马到成功。朝向朝天宫的情况，骏马朝圣哦，那朝向朝天宫哦啊，用咱的迄、那个咱的迄个妈祖婆哦，去个迄个贺喜。北港灯会并且结合了农业博览会和百大亮点，和北港灯会串联在一起，成为一条观光的新路线。元宵节不只是合家赏灯祈福的最佳地点，从2月13到3月2号，民众可以到北港拜妈祖、游农博、看花灯。